再生障碍性贫血呢可以分成两组，一个叫先天性的再生障碍性贫血，一个叫获得性的。先天性的话就跟基因有关系，倒不一定是父母给他遗传，是他本身的基因变异导致他自己不能造血了。比如说比较常见的叫范克尼氏贫血，哎，就是他先天的问题。这个获得性的从名字上就可以看他就是后天的。这个获得性的再生障碍性贫血呢也分为两种，一个是有原因的，一个是没有原因的。没有原因的话呢，那就说是你找来找去也找不到原因。有原因的话呢，比如说你药吃的问题，你接触辐射了，你接触重金属了等等的一些问题导致，或者病毒感染然后导致你出现再生障碍性贫血。